冲太快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抽到传家宝几率高吗？五分之一啊，五分之一，你可以买个500包，一定中啊，对不对？五分之一只是在说保底次数啊，你不够，你还可以再买100箱，五分之二啊。Good job, companies.
超级清晰，不够就再买，真的。我比他还有像亡灵大 啊，小意思，小问题。哎呦！啊哈！这样都喷死了呢。